Hello everybody， 我又来了，我来干嘛 ？Today 就是有人要向我这个浮夸哥、fashion 哥要分数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邀请挑战者出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 Hello. 我叫 Fashion 夏娃。Fashion 夏娃 ，Of course。OK， 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看他有多少能耐。Let's go。你确定你这种资质准备好了？是。就让我们来挑战第一掌。Oh my god， 99分。第二掌准备开始。在哪里啊？你是 7-11 吗？帮我买个公民便当好不好？拜托了，我要鸡腿的。OK， 飞船夏娃结束了。你觉得你几分呢？95分。95分，这是一个 very 高的分数，满分100耶。我是90。你是，但是在我的分数里面，我觉得你才91.6。怎么样才能100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滚出我的镜头。恭喜他挑战100分成功。